11月28日，李嘉欣应邀出席商场圣诞亮灯仪式。这天，她身穿闪片绿色吊带甲虫型泡泡短裙，配上矮跟靴，身形比上次出席活动时更显丰满，还刻意以伞形裙掩护腹部。不过，再度被追问时，则立刻否认，还表示不打算生蛇宝宝。没有这回事，是可能是错脚吧，就是因为。我觉得我是在很努力在减肥当中。但是很真的在矮一张有些好像很感冒。其实因为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，因为我其实脚一直都有受到那个伤患的困扰，不是所谓说的运位，其实到明年再说吧。我们其实都是交由上天，不能全都是人说要生什么，在什么时候生都是不是我们决定。早前指老公许晋亨没有追生的打算，当天嘉欣就笑言连儿子小 JM 都不想有弟妹，看来多生一个只是嘉欣自己一个人的意愿吧。但是小 JM 却逗得妈妈非常开心，因为已经开始懂得称赞妈妈漂亮了。其实其他人有问过他，但是我怀疑他不理解是什么是一个妹妹或者是一个小弟弟。那他就说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知道还是不知道。他非常开心，因为他看到闪闪发光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句 so nice， 那我们就笑起来。对。